海面静止的船只上，向海面下不明目标物发射频率为1000赫的声波，声波经目标物反射回到接收器之后，测得的频率变成了1200赫兹。假设当时的声速，在水下的声速是1500公尺每秒，则下列有关这个目标物的运动状况叙述何者正确？来 ，A 跟 B 问，这个目标物正在接近声源还是在远离声源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发出频率是 1000， 反射回来测到的频率变高了，变成 1200， 所以因为频率变大，是不是代表这个目标物应该在接近声源？好，所以 A 跟 B 呢，我们要选 A 选项。再来 C 注意，请问此时声波速度大小是哪一个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声波的速度呢只会跟环境有关，所以当时声速是 1500， 你不管怎么样，它这边测出来的声波速度当然就是 1500， 所以答案选 A 跟 E。